星期天都感觉星期天很一周工作都是为了星期天。我一到周日我就想到收音的，我也是的。我靠，我都难受啊！我一想到星期一到星期我就马上要安排周末的工作了。上礼拜，周末里周末我都去过，我就感觉平时游戏周末去吧，有汽车，警察还在那堵。对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发票了吗？以前我湖北有个酒吧，后来酒吧那个塌方。 山体滑坡也没了，现在没有据点了。直接往他那个城堡，还是跳舞在那边。他周末在那里，连锁不在。还差一份吗？还差一份。把那个豆干米饭。不是，是甘肃那边的。这个。下午从6:30喝到8点多。还是牛。然后我们。放旁边那个。